好，比赛正式开始，这里是山东体育休闲频道，为各位带来的中超第十八轮，由浙江队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。狼的这个进攻上的一些配合，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。是，好球，主裁，这球边裁没举起，扫门前大门，再来补射，对面这有个放铲。梅赛斯、克雷桑包括费南多，好的，这一下小范围配合打门，死人包夹，还有闪转腾挪，看看这个位置倒地。好球，请问克雷桑是能攻善守啊，多次在左路形成抢断一条龙，看看这个位置，这边一个穿裆过人也形成传球，面对大门，大门，这球来了，哎呦，这个球太可惜了啊，从我们视角来看应该是必进球了。嗯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一趟对对方这一铲反而给他做了一下。对，哦呦，这个架势是要直接打呀，一个低平球，要注意出球干净，给到穆谢奎，禁区外围打的远射，姚俊胜左脚，埃弗拉再来一脚，这次啊，中国女足首场好运，嗯，首场也是比较关键的一场比赛，再来看太阳队，这边莫伊塞斯大门远射，请您给这边是自己带球，想找埃弗拉，埃弗拉速度还是有优势，但他拿球之后、看效果怎么样，这个位置大门。好在是时刻吧，一定摆脱一定速度的。目前在场边是站起来了。对。要注意中场位置很空。对面打身后，大雷出击嘛，这球，好的，还有。多亏大雷，这假身体并用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这球不越位啊。这下还真不越位。中后卫是拖后了。对，你看没有给他把球这个拖起来的这样一个空间。对，不逼那一脚手术刀式的传球，大雷的脚尖位置先封堵住了，也不能踢了。对，这个卢卡斯投球，哎呦，这下远距离的投球攻门，现场的雨应该是越下越大了、这个本方队员的失误还是有很大影响，容易失误，这边打身后边裁没举起，这个位置大雷一下没出击，打门，这球打偏了，边裁延迟举起，越位在先，是不是这两人都越位、全部越位，都越位，对，那对方可能打不解回这个点会更坚决一些，对，简单直接点，这球应该不越位，看看单刀了，克雷桑打门推一个远角，边裁又是延迟举起，第一视线，第二处理，第三草皮，这边还是想打身后，这个位置威塞斯在追防，哇，威塞斯就是像是做了一个滑板一样啊，皮滑艇，是因为今天赛前呢已经这个湖州体育中心经过了大雨的冲刷之后呢，想直接找到小摩托，但是球没有进行弹地的滚动，是有一些啊，这球我个人觉得俩字碰瓷儿啊，克雷桑这个手势交代的非常鲜明，我把一些优势，这边一个低平球过去了，现场呢这个雨应该是慢慢小了一些了，对，从跑道能看这个机会，彬彬拿球没有射门的空间，没问题，比赛继续，头球李海龙卡身位，这应该其实从慢动作回放来看，这个主罚的他也不好罚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虽然是大雷得判断对的方向啊，太可惜了，这个球发沉啊，所以说球速呢会进一步加快，大雷虽然判断对了方向，但是鞭长莫及，反击球，陈普直接大脚往前开，找克雷桑，
这边凭借个人能力。好的，这边快速起球，单刀了，倒地。我觉得这个球，哎，裁判没任何表示。第一点停下球的是费兰尼，对，要等 VAR 的这样一个提示。这球我个人觉得，对面是手部有推人，脚下还半算。对，你看半。对，应该也是一个点球的办法。阿曼提将的之前是点球。对，就是是。水桑助跑打门，哎呦漂亮，这一球势大力沉，球门全部砸进网窝。哦呦，我各个队都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些战斗性的减员。看维塞斯停球不慌不忙，选择起高球进去外围远射机会。哎呦，草皮可能是有一些机会。对，我们看一下禁区外围，是的啊，他支撑脚这个位置已经有个坑了。对，今天我来讲，助理裁判表现不是特别好吧？之前几次没越位的反倒都绝。界外球扔进来，张佳琪头球摆到中路，穆谢奎回做高低的推射，王大雷开出来，这个落点不错，找穆谢奎头球，绝杀，独秒绝杀，张佳琪。复出之后的第二场比赛，头球绝杀，深度抬身，死角。再来看一下，前进给他助攻，头球有变线，这就有个小折射，好像张佳琪的头球顶到了莫伊塞斯的手上，弹进网窝。随着这个进球的出现，最终比赛结束，浙江队靠着张佳琪后腰，张佳琪的绝杀，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，由长春亚泰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。看看传中质量，没传，祖一再传后点，机会不错呀。哟，这球是马震失误了，是外脚背的弹射，还有张宇峰再传，1-0程长城进球了。这个长春亚泰主场领先，这也是程长城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了。程长城作为球队这么多年的替补中锋啊，每每球队需